森田公主可为爸妈做一杯咖啡，正在制造中。这是公主咖啡厅做的咖啡，妈妈要大杯一点的，你要再多加一点给妈妈好不好？多加一点，多加一次，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。做好了。谢谢谢谢，哎呀，好看好喝的，拿去喝，拿去拿去，赶快拿去，妈妈要。我们姐姐，这就是公主咖啡厅，你要不要再做一次？再做一次，已经喝完了啦。还有。已经喝完了，拿去拿去。谢谢公主，谢谢老板。今天爸爸喝了五杯这种咖啡，就是先从水壶把水吸上来，再把它吐到那个壶子里头去，然后呢，再倒出来。给客人喝，客人就是爸爸跟妈妈。你要不要再做一次？好，再做一杯。倒到茶壶里了。这个。浇水，浇水啊，对，浇水。哦，有。还要加什么？还要加什么？咖啡里还要加什么？那这一杯请爸爸喝哈，妈妈刚已经喝好多杯了，已经不止五杯了。这杯是爸爸点的。盖子在这，给你。哇，普弟好讲究。咖啡还会盖盖子，那个爸爸咖啡，咖啡啊，有没有加奶精？有啊，有没有半一半一半的，对不对？有啊，这是什么咖啡？娟咖啡啊，哦好，好好喝，吐出来。哎，不行，吐出来！哎，那个危险，这个危险，把袋子吐出来。吐出来，好。好了，好，那咖啡喝完了，放进去洗。你检查看看，爸爸是不是喝干净的？好像没喝光光。好不好喝？很好喝。真的？有什么味道？口水的味道。是谁的口水？口水啊，有没有吃到？还有妈咪的，因为妈咪刚刚也没，她还没有洗。妈妈刚刚还喝到一根地毯的感觉。对，你快到，我会知道自己。好了，那公主咖啡厅可不可以验一下？她这个公主在洗碗呢，她还在洗碗。我们这还是有洗过的。她有经过，她可能卫生局没办法通过。公主可不可以噎一下？可不可以噎一下？嘴巴 purify。 耶，你要干嘛？鸡要进鸡笼子去了。普丁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哎呀，那我们昨天有帮人去存钱，有没有？有。好。
好好好，你要跟妈妈耶一下。跟妈咪耶一下，耶。耶、yeah, ，好，谢谢咖啡厅，谢谢，耶、yeah. yeah. ，耶。